中国首个工业用途核能供气工程中核集团田湾核电蒸汽功能项目27号在江苏连云港开工建设。该项目通过利用核电机组产生热量，将经过淡化的海水加热转化为清洁稳定高效的工业蒸汽。项目建成后，每年可提供工业蒸汽480万吨。